箱速达卫浴罩。今天我们找到这个主要的地方，然后我下面这一根手就是往上，这个往下，好，推往上呀，啪一声就好喽。接下来四根银柱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往上推，啪一声就是完成了。好，再就是扣扣子。银钉的部分，它有附八支银钉哦。然后左右 四周都是有这个拉绳的，就是避免风大的时候可以用。那我们就把它拆下来之这款帐篷的话，重量是6公斤，它的尺寸的话是155×15，高的话是205，那铺面的耐水的系数是600mm。骨架的话，采用的是耐用的钢材质哦。好，地上的纱网不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拿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在这个上面。超方便的啦，上面的话都有透气窗口哦。两边上方这边的话有一个置物网袋，我们就可以放衣服啊，放手机也 OK。那侧边这边的话呢，有个小置物袋，我就会拿来放那个沐浴乳啊、洗发精啊，或者是要刷牙膏那些。对，就是想放什么都 OK， 是不是很方便？速达卫浴帐的解说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在下方留言或是私讯我们粉丝团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您的厕所倒闭了，我的厕所倒了，好险人不在里面。